哎，我有办法救他吗？我想试试。我先往里走走。我需要他的钥匙吗？能开吗？因为他那个钥匙实际上是他是之前给我那把吧，他给了我一把开门的钥匙。我宝藏这里应该不需要他钥匙，宝藏这里主要是龙羽。那你开了不就？看看，那能开就行。又能拿到宝藏，又拯救了一个人，让他免于自己的冲动愚蠢之死。对，这里不需要去巴切他。直接下来拿就完事儿了，这箱子也没上锁，很高兴这一条生命没有无意义的被葬送。至于之后，虽然 NPC 对这个是没，因为他不在游戏设计之内，但是按照世界上来说，我们拯救了他，他也看到了自己差点怎么样，所以建议他以后吸取教训。哎，他不会一直忙碌，他还现在真的有对话。他活了，任务完成的时候，因为任务完成的时候他有任务完成，但是他没死。OK， 他会圆满完成，人也没死，宝也拿了，多好！让我想起当时玩 Prey 的感觉。当时玩 Prey 就整个游戏从头到尾充斥这种想法，充斥这种感觉，就用自己的组合怎么说？你可以说利用，也可以说玩弄游戏机制的办法去达成自己想干的事，特别爽。特别喜欢 Prey 就是这个原因。我们以后我决定就是，但凡一个任务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办法，我都要想办法去用偏门给它解决。在我这儿，不能接受，不想要的情节发展，我要想办法给它整。只要能，就肯定要去试试。而且他任务也没有卡住，我本来是以为杂项里那个会永远卡住嘛，就是那一下，结果也没有，也完成了。那这个任务是杂项。这样就更完美，虽然就算卡住我也无所谓，这反而证明哎我救了他，但是他也完算完成，让我不禁好奇为什么一切这么顺利，就是为什么他也说话了，为什么任务也算完成，这是不是不可能考虑到这种情况啊，这绝对不可能考虑到这种情况，他可能只是做了一个简单判定，就是只要你吸到那个龙羽了，那肯定就是你完成就完事儿。估计就是这样，杯赛这又不是，对吧？这又不是 immersive sims， 他不可能考虑这么多。